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崇拜方式。我们要先来朝见我们的神，切慕他，仰望他，称谢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忍耐堂中文部线上崇拜。弟兄姐妹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喜欢人对我说，我们同往主的殿。来啊，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大声欢呼。上帝是灵，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复活。是啊，基督实在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当称谢耶和华我们的神，以诗篇一百篇来宣告神的慈爱和信实。我们一起开声宣告诗篇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热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一次献上赞美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永活的主。好吧，弟兄姐妹，再热情一点，把最大的掌声跟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Amen， 今天我们要用一首新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Amen， 让我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在风暴的当中的时候，越要唱那信心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Amen， 好不好？数到三，再一次给神一个最大的欢呼，一二三， Come on， 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对，让我们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这个歌颂神的名。我全心，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真理，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向我们彰显美。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跟我来宣告，从未停歇，你斥责风和浪，仇敌都转身逃亡。当我开口大声歌唱，好吧，跟我一起大声来宣告，我永远，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的点已经预备，仇敌都羞愧。加上我全心，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宣告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将我们彰显每句
起双手来宣告，你斥责风和浪，仇敌都转身逃亡，当我开口大声歌唱。对了，扬起了声音起来，我永远，我永远不会停止在。Come on， 这是我们的宣告。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再来宣告，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Come on， 一起高举双手来。相信神有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 Amen。 而且这个平安跟喜乐是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夺去的， Amen。 相信的人高举双手说 Amen， Amen。 好不好，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一起来宣告，我有平安的脚。 Come on， 一起来拍手，我有平安的脚，一起来，我有平安的脚刻在我心。对了，再大声一点， Come on，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再来一起唱，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渴望再热情点，我们一起来，我有平安。心中的喜乐来赞美他，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大声来宣告，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 Come on， 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高举的双手起来，
恩典。你不是被人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字架，舍下你的生命，所做的一切，谁把我混乱带回到秩序，谁是这孤儿像儿像儿女，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一切没够
主啊，我们单单定睛在你的荣耀和圣洁上，求主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特别在这疫情当中，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在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我们相信主必照你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来荣耀主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荣耀的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日的经文取自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要感谢主，并且要能够啊，借助在不同的地方，但系取
同样的连地方来去敬拜主。主啊，今天我就爱求主继续的借借着主的圣灵来俾我哋明白上帝嘅话，事后我哋唔单止明白，甚至要注意所变嘅信心，也能够把一切应用在我哋生命地盘。再主要把约翰福音，我哋所以且看探讨嘅，能够借着主嘅嘅带领，使到我哋更加嘅能够从当中学习，甚至帮助我哋成为一只真正主耶稣嘅门徒。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今日我哋要继续在嚟读约翰福音，书我哋所讲透嘅一个系列地方，来去看嚟一个主题，即系讲在基督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系在上个礼拜我哋所讲嘅一个最后嘅漫长嗰要耶稣就系留紧门徒讲啊，佢讲起来，我们照吧。除了见话过后，佢哋都可以笑。离开埃达基疗房，即系其实在一达识依一只最后问讯嘅时候，人哋其实都可以前往嚟达基感恩神丧嘅各斯玛利亚，所以其实含无到各斯玛利亚，其实可以经过即系离开耶路撒冷向西南方照，靠锡安山上埃达地方。人咪見過你大家泰羅餅骨，人咪即係人作耶路撒冷橋神嘅威上出杯咧，見過你就後出名，竟然都係見人係佢看到嘅折輪骨，人咪其實當到位嚟得各市瑪利亞，所以在佢哋路途當中見過嘅少啊，佢哋係見過好多嘅葡萄園。在埃德少就喺耶路撒冷嚟到嘅葡萄园嘅种植系非常嘅多，所以接到嚟就依一节嚟大家所谓嘅万一埃德嘅情况之下系好讲嘅，所以好多人相信就喺耶稣经过嘅时候就随意嘅咩个随意啦，佢知道佢都用咗人用嘅方法兼去。喺葡萄树或者枝香喺度葡萄树嚟讲起嚟得好出名嘅一只嘅九头门徒嘅一只嘅主题，即系葡萄树同埋枝子。所以咧，大家讲出嚟嘅小品，以色列人咩一只新嘅东西，甚至埃撒小希律所希律所做嘅嚟嘅新天啊，也看到有嚟个葡萄树系用金色。来点缀嘅一只嘅葡萄树嘅象征性，所以葡萄树当紧样讲，系一只非常熟悉嘅东西。所以今日我哋可以用嚟特嘅教训，用主耶稣嘅教导嚟帮助我哋，使到我哋从呢个教导当中得到益处。阿门。所以有三样事情喺老太子嘅分享：第一，即系栽培经验同埋啲枝子，系讲我哋看嚟先见嘅话。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第四节咯，第十五章一到第四节讲，我系剪葡萄树，我父系栽培嘅人，凡属我不结果子嘅枝子，佢就剪去；凡结果子嘅，佢就修理干枪，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所讲遍你们嘅道已经干枪了，你们爱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除了向一回首，主耶稣都讲，艺是剪葡萄树，其用一只艺是套路，艺是剪呢，其最有福音用个切拜，剪拜其讲嘅而是剪葡萄树，一只咩推表其爱解释。我强调佢喺度剪葡萄树，因为比喻，因为在旧约时候，我哋都会见看见，等等有啲经文在以赛亚书，以前以色列人都喺边形容成为咧一个葡萄，或者嚟一个葡萄园，嚟一个葡萄树，但系见下耶稣讲，我喺度剪葡萄树，
啊，也可以讲出一啲少，因为经过很多葡萄树啊，啊，耶稣就系个真嘅人，因为佢要讲到，啊，天父上帝就系栽培嘅人，啊，所以出嚟喺个条梯点，啊，再看到一个栽培嘅人，哎，栽培嘅人喺落面嘅人咧，系只种葡萄树嘅人啊，佢系爱倾听，就系讲佢嘅葡萄，唔得系树哦。佢嘅枝枝，即每只枝枝能够结果子，在适当嘅时候结出啊、又多又好啊嘅葡萄。你的枝枝喺落面嘅枝枝咧，人所讲嘅有结果子同埋冇结果子嘅枝枝。所以到咗条你的葡萄嘅时候咧，我就会明白以前在旧约嘅时候有过去嘅葡萄树。来过去的葡萄树，在以色列，就像他所讲的，在以色列书第五章，就代表以色列人。在以后的葡萄树，也在的葡萄，也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有讲到，就是我就将爱好像一只变小国人，在一只新派的日子，来的就好像一只农作物啊，将爱变小国带落去。今下的葡萄树，我就看到以前的。看到以后嘅见下嘅葡萄树，就系我哋呢个葡萄就系阿条啦，留阿条人要紧嘅，阿条喺个十二只门徒嘅话，阿条爱明白你哋嘅真理，阿条爱结果子，所以在你哋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啊，好多人家人相信，就系在十二只门徒嘅时候，阿条要面对怎样嘅一只所谓困难。那种困难咧，落面来咧，要三大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吹，那种唔悔改嘅吹带来嘅后果，系那个啊困难。第二，就是你冇做错事情，但系被魔鬼攻击，好像约伯一样，冇做错事情嘛，但系被魔鬼攻击，系带来嘅困难。第三，我哋人三样要面对嘅困难，就是经过嚟的。所谓小国嘅时候，你得修理干枪嘅过程，所谓 pruning 啊，好像见我哋小国啲花，我哋小国啲一啲果仔树啊，你得小国嘅过程系佢嘅主要目的系在哪行咧？做乜嘅上帝爱允许佢爱做到咁样嘅东西来发生出嚟呢件咁样地位，我哋爱经过你哋嘅小国修理干枪，知道啊？就算我要面对困难都好，我一天会发生目标。在你嘅修理工程嘅过程当中咧，你嘅栽培嘅人啊，佢要确定，就系所种嘅嘅葡萄树每一只枝枝，一啲唔必要嘅几种嘅果体啊，英文字讲很多萨克树种，即系嗰枝枝啊，佢唔结果子，佢结到有咩讲到佢嘎嘎焦焦一笪啦。啊，甚至一种梗都好啊，佢要小个，佢好小心。就算对，因为一只事后佢要产嘅呢扯喎葡萄树，啊，唔小心嘅话，佢真系佢一定要影响其他。但系上帝就会得栽培嘅年纪，一定要做到。因为你啲所谓萨克树仔，你啲系要减外吸收其他嘅营养喎，使到原本应该去救嘅。变成唔叫，因为分在你两个侄子身上，所以咧修理工厂佢一定要做到，即系确定啊，甚至爱增加啊一个产量啊，每只葡萄树佢就认为哦，系八到二十只侄子咧，亦系要结果子嘅，所以佢就确定要按用嘅啊成果啊，唔单止系用，佢喺各地度比较高一啲，即系佢。啊！所以耶路撒冷嗰度咪讲看到好多，即系在土耳其嘅时候，危起最近起啦，看到一种葡萄园啊，其一种葡萄树一样高哦，做乜嘅咧？啊，一啲高多过条路系唔必要呀，啊，咩个高都要用，葡萄树咩人用嘅哦？其喺国内，其一唔会变其一只人用分散嚟，所以今日我就好像牧师了。啊，富强咧，那个泰斯菠萝树有很样嘛？喺讲佢一只枝枝地边啊，原本咧佢有一只泰斯菠萝，诶，一泰斯菠萝太过条，点样叫有三只泰斯菠萝在啊？
啊，但有时候我哋都唔傻嘅咯，因为要打三集，我哋都三集都要睇。但一打出来就，但系原本应该后台就变为咩个硬胎，原本唔应该坐喺度，坐喺度要坐汤，要变到啊唔胎唔知咁样。唉，所以你哋修理钢枪在葡萄园嚟讲咧，栽培嘅人一天都做到。唔单止用你哋修理钢枪啊，其实做咧，其实做咧，其小角咧，小其实小角咧。啊！就啊，去小去灌凉气，迄件事咧，就喺在啊，嚟到丰收过后啊，在嚟到啊，系唔错，春夏秋天嘅时候，啊，佢都好少作，诶，所以在喺讲冷天气嘅时候，而看到东西啦，啊，甚至到喺春天来嘅时候，佢都好少慢慢大化，然后佢都结果子，然后就喺在啊。大化之前，其他做一些嘅小角，有一种曾经曾经做其他角，啊、大化过后啦，其他去做，因为还有啲咧，所以滚到喺最后嘅情况之下，变一个侄子研究技术嘅大果子，达到喺最后最多，所以咧就所谓嘅啊小角变下啲人讲。啊！你睇修理干枪嘅过程，边个都人讲，系一只上天带领嘅条，进入一只更加高，哦，或系进入一只比较深嘅一只嘅层面，来去得到荣耀，甚至就系能够去明白上天。所以，啊，修理干枪系咩只好好教嘅过程咯？啊，因为一发生嘅时候，我就要好痛苦。我哋又後面對誒啲嘅困難，又覺得誒做埋生命咁樣啊，但係又看到一啲負一啲效果，一啲成果啊，甚至一啲成績一成績喺裏面咧係非常啊驚訝，甚至係遠叫嘅。而看希伯來書第六章第七到第八節咯，我哋一齊看希伯來書第六。梯七到梯八节，然后阿娘讲哦，讲就如一块田地吸收过多次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这块田地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以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看到吗？黑光的梯。要变上帝啊，落水滋润个嘅，佢一定要打过，诶，一打过嘅，即系适合耕种嘅人用，也得上帝嘅祝福。一啲唔打过咧，啊，甚至种出一种裂嚟一种啊，仲可以变抛弃，甚至烧焦住，点啊，要即系讲变火烧。所以咧，大家修理工厂一定要发生，使到我哋能够技术嘅啊结果子。那要我们做咧 ，T 四节佢都讲到啦。你们爱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时间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系这样。那啲人做一做乜嘅咧？就系常在主里边，知道我哋能够结果子。啊，结果子又可以结到好喎、啊，所以。当你个栽培嘅人看见嘅时候啦，佢有帮助我哋，因为我哋在耶稣地位。当佢帮助我哋嘅时候，我哋将会按时间嚟结出果子来。阿门。所以呢个而家基督喺啊，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佢一讲到咁样，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啊？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这讲咧呢，葡萄园啊、原本应该系要结到好嘅果子嘅。当上帝来嘅时候，栽培嘅人来嘅时候，看到嘅时候，佢一定树立干枪，因为佢爱结嘅葡萄园结出果子来。所以我要做嘅，我明白你哋讲嘅。就是我就可以在一个侄子地方，可以在一个葡萄树地方，使到我就成为侄子的人，我就能够结果子。
阿弥。今日大家讲头咧，我就看到即看见个就系嚟只个葡萄树同埋个枝子。啊，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五到六节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呢，而家看见一个另外一只鸡，咁呢，即系昨天呢看到枝子同埋一只鸡栽培紧嘅，今日看到枝子就系留嚟一只葡萄树。就是亚斯拉，来这个葡萄树不像啊，就见啊，有时在昆达山啊，或者丹布兰就看到的，来这个葡，我就说看到的葡萄树，本地的葡萄树还比较软哎，比较协调的嘞，但是在亚路撒冷啊，在土耳其啊，哎的有些个结构叫种的啦，是好太杂哦，所以那个我就研究在亚斯地不呀，来这个葡萄树强壮的葡萄树啊，要帮助我就。能够结出枝个果子出来，所以一大个间些上岁嘅地方成为一扎对一大个union一个联合一大间些一切嘅其有乜嘅用嘅间些咧，就系一扎发嘅间些喎，就系因为佢有技术嘅结果子嘛，嚟到间些要系一扎充满爱嘅间些喎，做乜嘅咧？因为我就上岁嘅地方，我就能够每日时要享受老其同在嘅时间。嚟到今日要系长久嘅喎，所以运作我就要长久，在耶稣地方我就唔需担心。所以咧，只是嘅运用嘅今日，边我就能够明白，当我就在葡萄树，在耶稣地方，我就都能够有得好嘅生命，一直系发作嘅生命，唔系死嘅生命。一直有结果子的生命，唔有结果子的所以咧，大家用嘅概念，我就喺每集时要好注意呢一点，我就落面去追求，落面去确定，我就在用嘅概念地方咧，在圣经地方有三集，今日我就能够看见到一个概念耶稣甚至门徒师徒们所影响嘅，就系在铁。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就看到一只就是身体同埋一个肢体哦，也是个身体嘛the body of Christ， 底部个肢体就硬掉啦。来到肢体喺讲变离开咧，那个身体咧硬掉都有死，竟然就切只手指出来，手指都有死所以来到今天就系这样，唔能够离开，一离开都死。听见？看到的感觉就是在新郎和新妇在衣服所书第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就是丈夫和妻子的感觉啦。当然这个经文里面保罗是形容就是教会和基督的感觉，所以新郎和新妇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就是他每日他就要用努力来去保持爱的爱，来使到基督人嘅感情能够维持下去哈。嚟到就系我就留廿四嘅感情啦。第三就系在约翰第十章看见就系牧羊人同埋绵羊。喺个我就绵羊跟随嚟到牧羊人嘅话，爱的感情又带来乜嘅效果咧？就系当我就跟随佢，嚟到牧羊人将佢看顾我哋，佢将佢保护我哋，将佢。准备就带我去暗的地方，带我去足球的地方，使我们有超市，使我们能够休息，对吧？就是一大个感谢了。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时候，当我们一开始信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有来这个明白，就是我们一听，要确听，我们要基督的感谢，是发作的，使到加作耶稣基督其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通工，使到我们的枝子将它结出果子出来。所以大家上岁基督地位不是一个初通初发的事情，不是 automatic 的，我们要去培养
攞咩去培養咧？做上啲嘅蛙啊、豆膠啊、年少啊，嗌啲人兼拜啊，就係做一啲熟練嘅操練嘅工作，一種嘅生法，使到嗌啲在嗰種嘅培養當中啊，唔單止嗌啲能夠維持喎，嗌啲能夠建立得比較善、比較全，即係老耶穌基督嘅感謝，係每一日喎。咩金鐘金鐘喎？咩講切熱三公班人用啊？喎，都希望我哋每年能夠做到人用咧，我哋基礎嗰下依咧，老廿歲要得好嘅間歇咧，我哋有結果子，唔單有結果子，先至講將佢結多嘅果子喎，嚇多結果子喎，所以相信嚟講，應該去成為我哋每個人嘅渴慕，因為果子結出嚟嘅時候，將佢形容，將佢表達。將佢總行，那就就係一隻緊水珠嘅人。其中一個字好重要嘅，就係加勒太書第五章22-22節，個聖靈所結嘅果子就係忍耐、和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這樣嘅事沒有律法能夠禁止。所以看得見，做門徒一定要結果子。老面结咧，就系我哋要明白，我哋要留基督嘅感谢，我哋要纯粹嘅地位都要结果子啦，并且结到更加多。阿门。最尾我哋要看嘅系感应到门徒同埋命令，嗱我哋写个门徒同埋命令。约翰福音15:7-8讲哦，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你讲我就纯粹做地杯结出果子，我就爱罗门去确定我就能够安样做得到呢？靠自家一定做不到，对着耶稣讲，而离开了葡萄树做不到。所以除了葡萄树除了雅思地位，我就可以做什么麦盖呢？然后又讲到这，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就提着了，我就能够按照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祷告，一些按照应许来祷告，按照上帝的话来祷告，还是有能力的祷告，因为是上帝所应许的，是上帝所答应我就当我就按用祷告的时候，当我看到爱这个事情的发生，当然是靠着上帝的旨意啦。好像今天我们最近要来配，相信太家要啊哈，有看人家一切啦，我们就配晒来视频教室的片啦，因为很时间去做考试添，我就写出来喎，唔简单咯。但系当我哋每人用做嗰时候，爱这个信心就建立，还记得提拜。艺在达拉吉印尼当派到银行侍奉的时候，天大嘅头艺就用四篇旧诗一篇来讲咯。新年嘅感动，爱得少艺人唔知做咩，即系新年嘅感动啦，都用四篇旧诗一篇来讲头。所以讲晒一篇头嘅时候，其中有一个梁少哦，佢嘅老婆唔单止要糖尿病，好多病啦，都好复杂啊。佢爱得少系好危险咯。差不多佢應該講差唔多佢死跌咗咯，因為拼得好嚴重，當然嘅老婆一隻小毛脆扭幾斜啦，所以拼呢笪地方亦就係比較後嘅醫院，所以一隻小佢攤一片頭就覺得哇，心裡感動自己，我用一隻視頻嚟宣告，相信借助銀行嘅投教嘅小，佢能夠看見嘅上帝有工作，上帝有醫治佢嘅老婆喎。所以佢打電話俾佢嘅工人，佢工人留佢老婆以前，佢吩咐佢工人而一日去三杯，吐四片十九色一片，俾佢老婆聽喎。所以佢工人都係種早餐、晏朝餐、晚餐咁樣，一切咁樣吐喎，吐到到嘅地步啦，宣告到嘅地步啊，佢老婆嚎喎，醫生都嚇到喎，到最尾佢老婆又撞呢，又扭佢以前，所以一陣許笑咧，俾佢一陣後睇嘅突破。好听的改变，佢知道希讲照着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应许祷告，系有能力的。今日我哋要结出果子，我哋要纯粹上帝的耶稣的名，唔会觉得困难，只要我哋祷告的话，我哋能够做得到嘅。阿门。听意，
而明白就是来讲是我就将会跟进引诱上帝，做乜嘅呢？当我就结果子嘅时候，人家要归因要变上帝喎，人讲到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喎，因为我就结果子喎。记得冇？上个礼拜讲到，当我就彼此相爱嘅时候啊，哎呀，人家就认得出我就系上帝嘅门徒喎，系耶稣嘅门徒喎。所以咧，当我就结果子以后，哎呀。天父就是主耶稣讲栽培嘅人啊，要得到荣耀哦，伊得跟进嚟哦，做乜嘅咧？而上看系讲伊得栽培嘅人，佢种嘅葡萄树啊，啊葡萄园啊，冇结果子，哎呀，冇乜好讲咯。但系佢而种嗰度葡萄园啊，哇，大晒个嘅，人家都即系拍晒手掌，甚至要用人家来学喎。耶路撒冷都系用有啲特别嘅方法嚟叫做种东西啊。连出一种沙漠，所谓嘅空野啊样啊，佢因为佢有啲特别嘅方法，佢能够种出嚟喎。芒果树都好，葡萄树都好，嗰啲嘅橄榄都好，要种得出嚟喎。做乜嘅咧？因为一个栽培嘅人要放心机，佢要用放种特别方法去种。今日我哋要嚟到嘅帮助，上帝帮助我哋。当我哋能够喺只做咁样结出果子嘅时候啦，哇！都好像耶路撒冷人家悔过去哦，甚至世界好多个地方去啊，去研究哦，到底罗门做得到，因为佢哋要把佢带着呢，所以一些种种的地方，因为把只方法买过去的时候，佢在沙地中用同样的方法种的时候，一样能够种到东西出来哦，嚟到咧非常特别嘅哦，所以好多咁样嘅情况之下，人家赞赏。人家真意思咧，因为有嚟个特别嘅方法，在咁样嘅情况，在一种后咩回天，人家讲唔用啊，要火烧嚟啊，人家讲都丢火咁，种埋都生喺度啊，冇啊冇啊，但系种得到都结出果子啊，果子系好嘅，所以人家都赞赏一个栽培嘅人，今日又一样，门徒那就侄子结果子，上帝。天父得荣耀，我哋要跟进，能够荣耀上帝。阿门。第三，其他所讲到，即系我哋要爱嘅记号啊。嚟到爱嘅记号落咩来咧？喺个系基督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二节啦。佢接下去啊，耶稣回答啦：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里面。就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你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跟我一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呢，上吹廿几杯啊，系要经历一扎嘅爱。一个爱将会成为我哋嘅一个记号，因为我哋唔单止变耶稣爱哦，因为上帝里面爱佢，佢也里面爱我哋。今日我哋系按照咁样遵守天父嘅命令来彼此相爱嘅时候啊，哇！一个就系我哋嘅记号咯。上个礼拜所讲嘛，彼此相爱，人家都认得出我哋做门徒嘛，就系个记号咯。所以会看到你的当耶稣到你的结论谷讲到你的葡萄树和枝子的时候，他好像从一个最后漫长的地方接下来，给他再次的提醒他到你的就是要做到的，一个命令就是爱彼此相爱，一个爱爱存在出来，只要一个爱能够维持，佢就继续嘅照下去。今日我哋传嘅福音到底传嘅系乜嘅咧？系咩？我哋传嘅即系讲到上帝嘅爱咧。我哋讲到上帝嘅爱，在我哋人在做出言嘅时候已经显明出嚟，因为佢差派佢嘅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哋受死在十字架上。今日我哋借着恩用，我哋继续在基督基拜的时候，我们来到的侄子成为的门徒，就能够结果子了。阿们。
所以鼓励叹时间，迄、那个我就经历一下个痛苦个时候，我就会明白，迄、那个爱在迄上天栽培个人，去做起来个修理工厂个工作，我就认得去做，因为当你个栽培人做个时候啊，佮咩立乱来个话，而在见下都好啊，一种小国个人啊。修理做修理工程嘅人，佢哋要特别啲修训练啊！喎，佢转嚟咧，佢当佢修理工程嘅时候，唔冇嘅，一啲唔爱嘅，冇用嘅，唔结果子嘅，佢都好好嘅把佢建出来，都往最低头，然后执起来都夹面收，竟然也一样啊，一样嘅情况嘅。所以当天父恩用做嘅时候啊，我哋唔冇狂。我要先善地变上帝去修理工厂。上次那段时间也是在修理工厂的时候嘛。我要先善让上帝来去做的工作。当我们用准修的时候变上帝来去做的时候，如果看到我们当再次的尽条心痛，当这事情过的时候，也发觉我们在带件大件花，夹件果子，就系定件一只嘅丰收嘅时候，所以我相信呢段时间我都来到约翰福音，咩一只嘅巧合，但系上帝嘅带领，我希望我也祷告，即系做应用，我就爱去明白上帝嘅话。最后我分享一只见证啊，一只嘅故事，叫做卡巴。卡巴是一个非常的神学家，当他变成门的时候，他说他们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教训，最重要的真理，而学习到是例子，他好奇妙的好简单的说，他说耶稣爱我爱地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今天耶稣爱也爱我，他把我们带到使到我们能够信祂跟从祂成为祂的门徒，这个我们仍然是祂的门徒，我们要成为祂的子子，就是结果子，结到更加多果子的子子，也变上帝来每一时候做祂的修理工程，准备我们结到更加多更加好的果子出来，系盼望睇时间，将作经验嘅花语、话语、神嘅话语，能够得到抄抄，使到我哋更加嘅有信心嚟去面对我哋嘅人生法。让我哋一齐嚟祷告。父神，我哋感谢主你嘅带领，使到我哋能够看见我哋人就系一个枝子，耶稣就系个葡萄树，天父也就系个栽培嘅人，而做。修理工厂跟工作，而使我们准备好来结到更加多、更加好的果子。所以我就感谢主，因为我就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上帝基督的地方。主啊，我就愿求主以坚固我们信心，继续仰望，继续相信，在这样默的情况之下，都好，我就能够继续的在基督的地方。主啊，把我们三样关键的交托。接下来的时间，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的借助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彼此的服侍，使到我们更加的懂得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感谢主，我们要用祷告是奉主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
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我们来默想和回应神的话。当了解到我们的生命要经过修剪时，你的领受是什么？反省你和耶稣的关系是在怎么样的阶段？我们参考约翰福音15章14节。
们来思考怎么样决心应用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命做出什么调整，好使我们是住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委身，以结出更多果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段艰难的日子当中，虽然我们被行动管制力限制着不能出门，可是我们仍然能够在家里与我们家人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尊崇你。主，我们把我们仁爱堂的弟兄姐妹献上交托。主，在今年我们教会外传之年这个意向当中，主，求你把祷告，把传福音，把外传的生命这份热忱放进我们心中，让我们有负担为我们家人弟兄姐妹亲戚朋友甚至同事来传福音。主，我们也把仁爱堂的幼儿园献上交托。主，若我们幼儿园有不足的，在财务上在任何方面有缺乏的，主，求你来帮助，求你来供应我们。主，我们也为我们沙巴圣公会教区献上祷告。主，我们把每一间教会献上你的手中交托，特别是一些小教会和内陆地区的教会。主，他们在经济方面，在任何方面有需要有困难的，主，你都供应他们。因为主，你是供应的神。主，你也让那些足够的、有余的，在金钱上能够帮助的，让他们有那个爱心，可以奉献他们的金钱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你的手中交托。求主你预备我们所有人，在行动管制令之后可以适应，可以进入一个新常态的生活。求你也帮助看顾我们国家的领袖、医护人员和所有的前线工作人员，让他们有聪明智慧，有精神与体力，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让他们能够蛮有力量的来服侍，来贡献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人民。主，我们为他们的生命献上感谢。主，求你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家人，保守他们的健康。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让我们按着主耶稣的教导来一起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快